生命是关于平衡，是关于给予和索取，而森林已经给予了我们太多。森林净化水源，净化空气，森林帮助我们捕获碳，抗击气候变化，森林给予我们食物，给予我们药物，医治疾病，森林改善了我们的福祉。但是森林是脆弱的，它们受到火灾、虫害、干旱及其他威胁的侵袭，因此我们要照顾森林，我们需要回馈森林，而不仅仅是向它索取。健康的森林，健康的人类。